在的新人希望好运到，那么我其中在跨年晚会除了跟各地有烟火以外，我们实在有海街，而且是屏东的之光好时机。过去一年我屏东有很多的人才在国际国内杰出的表现，我们在跨年晚会这些未来的明星都一一在海街中跟我们的屏东乡亲啊挥手。比方说我们有前进这个体操的金牌选手啊，即将加入美国大联盟的罗家人，这些好手都要在我们屏东的海街当中跟乡亲见面，互相鼓励。所以我们的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而且还不能没有你的男主角，还要登台现场来座谈。对，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晚上，我们欢迎全国乡亲也跟着我们一块来度过这个最精彩的，然后也期待未来一年非常非常的顺利，祝大家。好。